少主，前日你夜闯曹王府，已被官府通缉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是属下大意了，但是属下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，曹王正在私底下暗调兵马，蠢蠢欲动，欲对我帮和少主不利，我才夜探曹王府，也是想对其施以惩戒，以示警告。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轻举妄动。属下知错了。去吧。哎，王儿，你来了。多宝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给你做的，你尝尝。好吃，好吃吧？好吃，我天天给你做。你呀，成天跟在我屁股后面，就没有一点自己的事情要做吗？有啊，陪你啊。一个大男人，成天无所事事，你不会觉得自己很没用吗？是我爹什么都不让我干，而且我对他那个生意吧，也不是很感兴趣。多宝，你不能永远长不大吧？长大有什么好的呀？我巴不得永远都这个样子。就陪着你，做你想做的事。袁姐，袁姐，钱公子差人送的葡萄到了，我再去搬点。哇，婉儿，你让我订那么多葡萄干嘛呀？酿酒。你连那个胡人酿的葡萄酒你都会做？哎，他们的技术不行，最多只是算加了一点酒精的葡萄汁。本姑娘酿造的可是真真正正的葡萄酒。厨神下凡，你就是厨神下凡呐？那是。这天底下还有你婉儿不会做的东西吗？有倒是有，但是啊，不多。行，那。等你那个葡萄酒做出来，我想第一个喝。行啊，看在你贡献这些葡萄有功的份上，折了。漂亮，这次我终于排在白一鸣前面了。这金幽婉儿玉足采出来的姜汁，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公子，你这口味是越来越重了呀。看见了吧，这些葡萄都是我给婉儿带来的。哦，这葡萄实属上品。嗯，算你识货。但据我所知，这品种只有皇家果园才能种植，民间并无流通。不知钱公子从何得来啊？我家里有钱不行吗？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我有，你有吗？哦，厉害！白一鸣，白一鸣！公子冷静，刚才他看我什么眼神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没有，
他藐视我。没有公子，他以为他自己是谁啊？哎，小小，他藐视我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吃一个。宝儿啊，那个葡萄酒他什么时候可以做好呢？嗯，大概一个月左右吧。一个月？哼，等那个葡萄酒做出来，别跟那个白一鸣喝一口。钱多宝，白一鸣他怎么得罪你啊？以后呢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幼稚。干嘛呀？换上。这什么？看什么？你挺酷的嘛，深藏不露的。赶快换上。你这大半夜的，不会是要带我去玩 cosplay 吧？嗯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在这儿？难道是劫富济贫？去不去啊？我就问问。什么态度？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让我换衣服的吗？嗯，不是你换衣服，你提前说一声啊你。我说什么呀我？我都没说什么。你一个大男人，矜持个什么劲儿啊？我去外面。哎，等等，你现在穿成这样，你要是出去被我爹妈撞见。还不把你当贼？那我现在站这儿，我不舒服呀。你不舒服也得等着。喂，干嘛？哎呀，我换好了，换好了。哦，走吧。哎，等等。干嘛？帮你解决麻烦。你找到房契了？没有。哦，抱歉我。哇，干嘛？哦，大侠，钱，再紧点儿。走了。怎么不跑了？跑不动了呀！你这才出家门就跑不动了？大哥，我是个厨子，我又不是运动员。